们今天预约了路易斯湖六点半到七点的接驳巴士，要去看世界上最美丽的湖。欢迎来到我们班夫国家公园之旅第二天。今天我们要去看世界有名的路易斯湖。路易斯湖是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第四位女儿的名字命名。路易斯公主也曾经担任加拿大的总督一职。那路易斯湖是冰河湖，湖水来自前方的维多利亚冰河。夏季的时候，冰河融化，夹带大量的矿物质流到湖水中，让它呈现漂亮的蓝绿色。而现在在我后方的是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饭店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吃早餐。那我们第一个要来体验的行程就是来路易斯湖划船，那你可以选择半小时或一小时两种选项，来体验一下湖上惬意的划船之旅。在路易斯湖上划船非常的惬意舒服，一定要来体验看看。那在湖的底端可以看到一大片的冰河，那里是一条有名的步道，叫做 Plain of the Six Glaciers， 爬上去可以同时看到六条冰河。那在湖旁边的山顶上也是另一条有名的步道，叫做 The Big Beehive， 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路易斯湖。我们现在走的是 Lakeshore Trail， 那这里的步道非常平易近人，好走。从这里欣赏路易斯湖非常的漂亮，也可以避开观景台上众多拥挤的人潮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去走 Lake Agnes Trail。
我们来到步道途中的一个休息点，叫做 Mirror Lake。我们来到了艾格尼斯湖，这里是班夫古拉公园非常受欢迎的景点。湖的旁边有个 Tea House， 有卖热茶与点心。湖的周围有许多的长凳与野餐桌，可以稍作休息，享受被群山环绕的感觉。从艾格尼斯湖的 Tea House 出发，我们要去走大蜂巢步道 The Big Beehive。那从山顶上可以俯瞰路易斯湖跟城堡饭店。我们爬到了 Big Beehive 的山顶上，那这个步道没有明显的终点，你只需要找到一个角落，可以俯瞰城堡饭店跟路易斯湖，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。从这边还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停下来休息的 Mirror Lake。
我们走回了路易斯湖湖畔，最后再享受一下湖畔的悠闲时光，就在这里结束今天的旅程啦。